原子少年掀起一股热潮，十三日人气团地球宣布加盟唱片公司，除了原有的成员加成主安、文婷、子祥跟幻君，还加入了来自火星的泽言，并宣布以新团名正式开始活动。我是欧总。唱片公司特地找来大咖嘉宾担任男团新政官，其中鬼鬼这组现场突然冒粉红泡泡啦！我要见证的是，我觉得颜值最高的 ending 妖精，最想谈恋爱的吧？对，这是我最想谈恋爱的第一名。鬼鬼难道就不怕加成粉丝生气气吗？不过说到六人成团后首次开记者会，看得出来少年们都有点小紧张哎。我昨天，我跟文婷都有点睡不着。因为他就昨天又传讯息来说，就是他有点失眠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相信大家，我们都是，就是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。那我们就是有得到这个机会，真的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然后昨天有人太亢奋。首先，我觉得昨天的加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加分的。我也蛮惊讶。那你们开始培养默契了吗？跟他默契一次，他有度非常高。其实他在节目里面也跟我们每个人都对合作过。润滑剂。那其他火星的成员是怎么样组成吗？刚刚我们中秋节的时候一起烤肉，然后他们就给我没有，为什么有我？因为你在盘子。啊？是这样吗？对，没有，文静也没有。你是我才不刷。你有新 ID 吗？目前好像还没谈论到这一块。是有说建议不要。其实大家都是以事业为优先，所以那方面呢，我们也不会去说去询问有没有这个。想问同一个公司没有？所以各自都是单身。我们各自还是有 CP 啊，我跟嘉诚。啊，我们周岩啊，那么恩爱，大家都很恩爱。我跟我自己，你跟你自己，你跟你自己，对啊，真的。你听到的就是真的啊。你为什么自己不能跟他配吗？好啊。还没进去，好可爱！看走心了，走心担当，走心担当，哇！